书要买起来，写下成语"诗人不得"。哎，一笔撇下去啊，不要勾也行的。按压下去，整体来说，这个二呢会比较偏扁一点，那么这个里啊会比较偏长一点，但是呢一定要凑在一起。不字，一横呢跨的比较上一点，顺序不要先写错，这一撇先写的。得，哎，这一笔呢？按压下去，从这里。得字呢，在书法当中啊是没有一横的，很多人都很疑惑啊，这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。那么今天对于这四个字呢，我们写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